听到这个熟悉的背景音乐，想必老观众应该都会猜到今天的影片有多么精彩。应小丹要求，我们今天要来挑战用墨汁做史莱姆。首先，我们先加入胶水，还有白胶。但是我们今天的白胶先生好像有点便秘，于是在我的努力施压下，我好像挤出了神奇的胶水，外形十分像，而且是便秘版本的。字幕君，你恶不恶心啊？略。然后我还加了大量的乳液去感化它。欢迎我们的主角登场。此刻的我还不知道接下来会面对什么。我到，恭喜自己喜提黑手一根。后来我以为终于可以顺利搅拌了，结果现实是真的很难搅啊！谁来救救我啊？在我的一波挣扎后，它终于有点正常的样子了，终于可以加硼砂水成型了。结果我一直搅，它都没有要成型的意思。我慌了，我真的慌了。于是我加了大量硼砂水进去，好像有希望。大轩，有事下手。抓吧，混到这里我都觉得我有希望了。直到我发现这个母好像开始脱水的时候。啊！我怎么又翻车了？让我怎么玩嘛？我真的服了！心灰意冷下播。